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 Olivia Ong 王俪婷，很荣幸能够参与由 IMC Live Global 举办的 Alive 演唱会。10月22日，属于我的首场个人演唱会 Alive Volume 15，很期待到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音乐。喜欢我的朋友们，赶快到以下的网址购票吧。更多演唱会信息，请密切留意 IMC Live Global 的 IG 和 Facebook。10月22日晚上8点，在新加坡首都剧院，我们一起 heart to heart。